记者杨新成台南报道，世界杯足球赛16强今晚开打，2018台南一箭双雕艺术级的岩雕展也搭上世足热潮，在七股岩山特别推出一座君子好球岩雕作品，炒热话题，让游客能与岩雕互动，摆出最帅搞笑踢球姿势拍照留念。主办一箭双雕的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徐振能、七股岩山副厂长王景田特地换上球衣。老家在云林的徐振能扮演云林 C 罗，谐音表葡萄牙球星 C 罗，在岩堆上示范运球头锤攻门。王景田则模仿阿根廷名将梅西，两人大 PK架势十足，让在场民众捧腹大笑，直说很有梗。搭上赤足热的君子好球岩雕作品今天亮相，为一箭双雕的岩雕展造势，现场也邀请来舞者攀上高四公尺的钢管击破足球海报，象征进球。徐振能说，虽然台湾未参加世足赛，但希望集有与世足赛有关的岩雕作品，提醒游客可不要忘了台南夏天盛会一箭双雕艺术季。至于被问到为何办 C 罗，他回答说，因为网络冷笑话说 C 罗 C 罗是台湾人。一箭双雕艺术季7月15日在七股岩山开幕，沙雕展在将军马沙沟北航道堤岸，岩雕展在七股岩山和台湾岩博物馆，7月1日到8月底推出接驳小火车套票优惠，只要100元就可畅游七股岩山及岩博馆双展区。